你回家好，回家好，它指甲变薄了，打着自己就好了。你那护指甲先不把护指甲整好了，它咋的它也好不了。总自己抠。嗯呐，我这洗脚时搁剪了，一抠就甲就出来了。那你还挺厉害呀。抠这么两个呀？抠出经验来了是吗？不是，就搁那，它就甲长里去了。甲一别就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一别它就出来了。行，可以。那你不可以咋的？抠出经验来了。能不疼吗？粘上了这块。哎啥呀，哎吓我大跳。疼啊。吓我大跳。完了这甲子一抠那甲就出来了。这个呀、嗯。两个月吧。他是啥呀，他就是刮个小皮毛。自己就敢那么狠，我给你狠一点，你就受不了。哎，那甲要长里头，你就走道就扎着疼。中间空了一条。怎么这玩意咋能整好呢？就是让它不往右里头长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得先把护指甲整好了。这护指甲不好，它咋的它也好不了，它这么厚。护指甲这咋整啊？包七天。啊，包七天，上药啊？是咋整啊？对，又上药，可拉倒！我说先不整了，先给我这脚底那玩意，你先给我整好了就行。自己现在能抠，自己能抠，你就先抠它。嗯，抠到再说。对，想法是对的，严重了再整。等严重再整，不好整，你还能多挣点钱。想挣你的钱难呢。怎么难呢？那他，你张嘴说三百就。哎呦，他也不是三千的。你说少说点，那你少挣点，你还让我再见？这我，你就是说我说三百，你少一分，咱俩都再见。这东西就是这么现实。我给你报的底价，你再跟我讲一下，不就再见咋的？那你